宇哦，他自己有想要再多唱一首歌曲，那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什么歌曲？我觉得我希望由他自己来告诉大家。刚在车上等待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就很难得来，然后就想多送一首歌给高雄的朋友。嗯哼，对，那这首歌不是我自己的歌，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英文歌，从第一章。从高中就喜欢到现在，那我觉得这个歌词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直就跟我的就站在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就是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奇迹，等待什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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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就是Richard Marx 的歌，对 ，Right Here Waiting， Right Here Waiting。那我想其实这首歌也还蛮适合，就是说当比如说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在这里，然后一起。等待好的事情的发生，我觉得这样的力量一定要呈现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让小雨要带来今天真的是正式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来自 Richard Marx 的作品，就叫做《Right Here Waiting》。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那因为这首歌我还没有和两位同学练过，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就拍他们两位，因为他们两位现在没有在弹的话，应该是蛮帅气的。小宋、大同。Right here waiting.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how can we say forever?You got me going
all my habit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Oh, yeah. Just for you. And for you. And for you. Ooh. 掌声鼓励一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当然，我相信哦，很多的朋友呢。